大陆海关官方目前还没有给我们回复，然后那但是据了解，应该还是一些文件的要求。那我们会依据贸易的规范，依据那对岸海关的要求，做一些文件相应的调整，以最快的速度来完成文件的更新。那对我们的业绩状况暂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，因为我们厦门子公司都有建立安全的库存这样子。那依据过去的几次经验，那包含四月份或者八月份的一些状况，我们都是很快的，在一两礼拜就完成相关文件的更新，所以不至于对我们的营运啊业务都不至于产生影响。所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的这个状况，对不对？是，那因为中国大陆海关的这个在华注册编码，它是从2022年开始实施了新的制度。那金九公司在2021年的10月28号就已经完成这个编码的注册。那编码注册之后，后续在今年的4月份、今年8月份，陆续有因为要求出具有没有日本几个县市的这个原料的问题，然后跟原料产品的一些声明。所以4月份、8月份都陆续有要求一些文件的更新，然后。那个从前面两次的经验，我们都能够用最快速度来完成这样子。那会不会有对金九在厦门这个部分有影响？不至于，因为有了过去的这经验，我们都有准备好，就是相应的安全库存，所以不至于会有影响。那后续我们会就是很快的完成所需要文件更新这样子。